团结牌，五队疫情好龙兵上演大和解。我没有发这个新闻稿，你看网络乱窜，要小心啊，对不对啊？真的要小心啊！最近有网络谣言指郝龙斌在李登辉主政时的国民党吃香喝辣，两人卯劲澄清，郝龙斌更借机拿出团结承诺书。一起，你看你有都签了，对不对？你看都签得好好的嘛。来，主席握个手吧，来来来，一心一德，比肩来。同心协力恢复政权，好不好？吴敦义当起导演，要抢倡议团结主导权，选将对准党员的心，澄清消毒样样来。我不会替任何民进党站台助选，选前的和谐才是促进选后的团结。2020就要进行国民党主席选举，需要得票过半才能当选。依照参选爆炸态势来看，难度很高，恐怕得进入第二轮才能选出未来共主。记者黄新成、李义璇 SNG 小组新北报道。